我们现在泥池西路上了啊，泥池西路那边的山，山上积雪还没化了啊。不冷，这天儿反正一点都不冷。然后我们一会儿呢，过这灯，过这灯，然后左转往那个方向，因为那边有超市，这叫太阳城啊。这高层建的也挺漂亮的哈、啊，真干净啊，林芝，垃圾不落地，林芝更美丽。所以我们这个垃圾不要乱扔啊，一定不要乱扔，让人多干净。这个落叶没办法哈、啊，落叶没办法。每小时15公里，速度还挺快。太阳城，这应该是一个高档的住宅吧，小区吧。是不是？我跟你说啊，有钱林芝买套房子，完事林芝住来。反正这一路，你到哪儿都想买房子，到哪儿都想住啊。行，就这意思吧。我们去前面有超市哈。